可是你晚上睡觉哪会知道什么时候冲好？你就点啊，因为我当时就是着重于军事啊，然后像谁，吴缺啊，吴缺他是先点那种赚钱类的那种天赋，之后改那个魔法跟赚钱类天赋一起点，这样子。罗塔，你要不要玩？我买给你。这游戏真的是真的很好玩啦。你就看他射气，现在是加速了，你就看他慢慢射气球这样子。啊，不过这游戏，这种守塔游戏玩到后面都一定是爆炸类格的那一种，因为你物件太多，投射物太多。怪太多，然后我们通常后面都是有一个人的那个电脑撑不住啊，要么就是气球太多，直接冲到底，就这样子，后面会越来越难呢、啊。然后越来越难，就代表就是你一定要有更强大的角色嘛，你就会赚那个该那种更赚钱的东西，赚一赚赚到后面就是，你知道人就是很贱呐、啊，你就是。你就会想说，他应该还撑得住，还撑得住，然后再多盖几间银行，然后撑得住，撑得住，撑到后面就突然来一波，你来不及一手，然后就结束了。啊，不然就是，有人的电脑承受不住就爆了。角色都是猴子啊，对啊，都是猴子在射气球，每个都是猴子。我也希望他是兔子啊。我那时候还找那个想说 Steam 上看看有没有那种兔子类的守塔游戏，结果没有，反正有钓鱼类的守塔游戏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鱼经过你可以拿鱼网啊鱼钩把它钓起来。新手困难你就 GG 了，我跟你讲哦，他的新手困难我也会 GG， 他只是新手地图，然后是困难模式，跟你困难地图新手模式不一样，你困难地图新手模式还是很简单的过啊。西明早，然后至于每个关卡都有像右上角这个，这一轮过完之后其实就通关了，那下一轮开始就看你决定要不要玩，因为我刚刚有讲，你一轮结束之后角色才会加经验。如果你要练角色的话，就建议说你60轮完之后就是离开了，就是返回大厅，不然你越后面怪越难打，你经验加越慢，所以你可以的话就是提早结束，然后出来练等。哎呦，来玩哦！我复制一下，应该有四个人吧。你看我都没有在玩呢、欸，没有，应该是我都没有自己当什么房主过。有没有来跟我玩？陪我，我们玩中等。来哦。然后再来就是测验网路的时间，你网路没有，就是感觉就是哎那个什么网路会冲到，每次都是玩到一半之后就爆炸了，可能玩个两三关就突然有个人断线，我觉得没什么人啊，要不然就是有人正在练等练到一半要退出来。对，你们练到一半退出来没差，因为它有自动保存，你只要再点那个 3.5 磁铁片存档的图案就可以进去回去玩了。这谁啊？请问这位 EMMY 是谁？
有啊，我看 DC 啊，你们就说你们把游戏玩坏啊，我就说你们还没玩过更坏的啊。我那时候玩到179还是139关，我忘记了。我的画面真的是停住的，动不了。快进来，我 IP 我不打，我房间名称打在上面了，就是西敏哦。对啊，没办法，这连线真的，我有去评论啊，我说这游戏真的不错，又可以多人连线一起合作，只差在连就是差在连线有点可惜。那这位又是谁？无缺，好了，走了。无缺，我要赚钱，你把钱给我，不然就是我赚钱，然后给你们打，我养你。好哎，这块好，这块这个地方好。然后他们都是等下面这个箭头跑来跑去顺了之后才开始放。哦，第二个是镜哦。啊，你们就摆吧，我要当农夫，给你们放，给你们放。小丹，我添加函数，你把直播时长推上去。摆一下啊！有免费的猴子放一下啊！等下这是 P2 是谁？静，不，西敏，西敏离开了游戏。哇，西敏爆了，没关系。我们可以的，是不是我不能开啊？我在想说，如果我直播又开这个的话，是不是很危险？Joker在哪？嗨，Joker。我认真挂等级就升了啊，我升。有没有罗塔有看到吗？就是这样子，在射气球而已。只是后面射气球的方法是越来越夸张。无缺靠你咯，我等下赚钱养你。反正这个游戏就是前面先测试，测试连就是跟队友的连线，测了大概快十分钟以上，才能正常玩一局。我那时候是玩到这个啦，自己一个人玩到我太阳神真太阳神盖了三座出来，就是我刚刚说的，好像179关吧。然后最后守不住了，因为有个东西是黑色飞艇，那来太快了，我挡不住，还又难打，速度又快。
我不该调中等难度哦，中等难度钱好难赚哦，不是钱好难赚哦，好贵哦。然后我等一下要玩的就是农夫流，都在农东西。这个就是每回合会产钱出来，但是就是你要先有一点点付出才会有收获。那至于这一只是每回合我们会加100块。而它是额外多加50块。不是，我们那时候每次跟无缺玩啊，每次无缺都没断线。超莫名其妙，每一次哦，每次就是房主断了，就无缺还在里面一个人享受游戏后期的乐趣，很夸张，夸张。有人愿意跟我解释上面钣金棒的那个？你是说这只班杰明吗？这只我解释一下，你可以想象他是骇客，他是要花游戏里面赚到的钱去购买的。然后这只的钱，这只你可以想象就是，我这样给你看好了。哦，我又升级了。第一，他等级就是额外获得100块钱，每回合过后的100块钱，这样子。那再就他有个技能，哎呦，我先捡钱。他有个技能是，他可以骇入那个，骇入飞，你们往后面会看那个飞艇。他只要骇入的话，飞艇就不会产生小的那个小的气球。对啊，无缺都还继承我们的意志，然后每次都说出来不准你玩，而且都是我们大概是58、59轮的时候，我们就全部断线，然后都不准他结束这样子。我们真的是很不优秀，反正这只是中后期，前期赶快拿出来就是赶快赚的角色，因为他每回合会赚钱。然后也会回血，就是只要你有泡泡冲出去的话，他也会回血。哪一招啊？每回合结束之后会加5条命，然后这个会让银行加5%收入。这是有点偏赚钱类的啊，你就是想象他是一个帮你投资的人啊，然后他也有这一招。他这一招是啥回？我就忘记。哦，他会让那个猴子加那个攻速，但是他就是会有加完攻速之后会有2秒是不能打怪的状态，很恐怖，很危险。像我每次都是跟他们讲说，你们先玩，我再剪片，我后补。那就一个人去挂着机子啊。然后，我发现我后期很喜欢玩德鲁伊，哎，我还蛮喜欢德鲁伊的。德鲁伊的一跟二都我很爱。一啦，二的话是赚钱用，啊一的话我就很蛮喜欢的。像德鲁伊的第三招是增加香蕉农场的现金，所以这个会加多一些些，然后继续赚起来。
哎呀，臭猴子，你没利用价值了，卖出，卖出。哎、欸，吴缺要钱跟我说，我知道你现在可能就要钱了啦，但等我一下，等一下啊！而且我到现在还没有贷款过哎、欸，因为我都在闲置，其实贷不到款啊。直升机好玩，对啊，好玩，顶个钱。连线就有点，你有看到它射出来一个很像这个东西，这东西就是会害入那个气球，那气球爆，大气球爆掉之后不会产生小气球，所以蛮 OP 的。你看，就是这个钱是每回合会给的啦，所以你回合越快结束，这个钱加越多。所以如果你要练角色或什么，就是很多都是前期赶快弄一弄会比较好。啊，后期就是钱也赚很快啊，就是看你打得快不快而已。啊，我开始卡了。来，吴缺，给你钱。吴缺，给我钱。吴缺，把钱还我。我要开始刷那个成就。该要放个潜水艇在这儿啊，然后这样子，再加这样子 ，OK。我缺钱，他不把钱还我啦，他不是说要互相洗，骗人。哇，感谢感谢感谢。这样洗真的有用吗？你们真的是可以这样洗成就的吗？等一下，我收一下钱。哎呦哎呦哎呦哎，感谢感谢。因为有个成就是要贡献个不知道多少钱，然后就可以免费拿到游戏币。有了有了，我要跳成就了。哎、欸，好啦，无缺无缺无缺，钱给你，钱给你，钱给你了，钱给你了，够了够了够了，你先你，哎、欸，要守住啊，先生，够了啦，够了啦，够了啦，好啊，不要钱算了啊，我帮你把这移掉啊，气死。好了啦。好了啦！啊，不要一块块给啦！
欸，延迟这么久哦，真的假的？我看一下哦，怎么会延迟三回合？哇，不是这样不妙欸。我看一下我的台哦，等一下。欸，我还不会从。欸，我们继续，再继续一下下。好。好了吗？我看一下我的台哦。欸，真的延迟那么久欸。欸，我还不会从，天哪。欸，我们继续，再继续一下下。欸，我那天直播才延迟个三秒钟而已，欸，怎么会 ？What happened？ 走了。对不起，我误会你了。还是你们要通话啊？不然等一下只能允许就是有玩的人开麦哦，如何？因为有时候需要沟通啊。你看就这样子，玩到每次都是差不多我们那一波结束之后就开始卡了。卡喽，那你们要注意你们的麦不要爆哦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才这样的组合就这么卡？